三番红宝石色泽的洛神冻，你有喝过吗？最便宜40元，能在七竹冬瓜茶饮专卖店喝到些什么？中和新路线顶溪捷运站一号出口出来，经过邮局左转即抵达韩国街，再走30秒路程，七竹冬瓜茶饮专卖店就在左手边。消暑解腻饮茶鲜，冬瓜洛神仙扎50元，是七竹招牌，只有这里买得到。酸味甜味相互交融，这种独特的平衡喝过你才懂。店家主打手工熬煮冬瓜洛神系列，我个人很怕很重的花茶味，令我意外的是店家做成洛神冻，只留下了洛神花的酸爽，而没有苦涩感，还有惊人的 Q 弹。四季纯青茶40元，再加15元洛神冻，喝起来口感实在，而且是古早味的手熬感。洛神仙扎养乐多65元。七竹虽然是冬瓜茶专卖店，但许多自创茶饮可是只有这里喝得到，是属于新形态冬瓜茶饮专卖店，更有熊猫吴博弈，很方便。这附近有很多家餐厅，如果你吃得好饱好饱，不妨来这喝一杯。最后附上菜单给大家参考参考，吃物多几福，大家到这边今天又是好吃的一天了。